晶片的设计哦，我想我们也会策略性的好扶植哦，在这个领域有潜力的未来的独角兽，我会继续支持。全球的 AI 的市场上面，不只是占有一席之地，而是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的领导者。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对这个 AI 的改变人类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变成一个重要的贡献者。在座的好多人，其实我真的感触很多。其实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贵人，那也很感谢你们的提携，才造就了有我们的今天。那我们也希望，就是我们借我们的努力，跟我们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，也可以为我们的家乡创造一个更与众不同的独特的 AI 引擎。那我们将在国际的 AI 时代，不会去落后，甚至可以 stand out。好，记得到网站上看。